Hello， 我是你们的 Jackie 老师。你在为记忆英语短语而发愁吗？试试每天的时候五分钟，让我带你看公式、听例句、记短语，配合元音，熟练掌握这些生活短语。Be in, be out。流行或者过时。Be 是表状态，加上 in， 流行的，则表示流行。Be 表状态加上 out， 过时的，则表示过时。此处 in or out 皆为形容词，意思分别为流行或者过时。Mini skirts are in at the moment. Long skirts are out right now. Fashionable, in fashion. Unfashionable.Out of fashion. I'm in. I'm out. I'm in. I'm out. 我参加或者我退出。当 be in or be out 的主语为人时，则表示某人参加或者某人退出某项活动或者计划，通常为口语。We're going to plan a surprise party. Are you in?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一定要关注我们，留下你的收获或者疑惑。更多更好的英语干货和学习技巧等着你哦。英语学习路上，我们一起成长。